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今天我们聊的盛凯，盛凯是小猎豹，是夜店小王子。盛凯的为人呢，可以说也非常的好，在跑男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幽默风趣，风流倜傥，典型的富家公子的形象。他在跑男中和 Baby 的 CP 组合可以说是很好，两个人呢也很有荧幕情侣的感觉。盛凯也是一个特别会撩妹的人，很多细节都是可以看出来的。有一次节目中，女神赵丽颖来了，盛凯自然是跟她走得很近。在玩游戏的时候，盛凯一手牵着赵丽颖，一手牵着 Baby， 这个小伙子也是真的太会玩了。Baby 也都看不下去了。郑凯，你太赚了吧？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手牵着我，一个手啊牵着赵丽颖，能同时牵手两位女神，这样的待遇啊，一般人是没有的。不知道黄晓明和冯绍峰会怎么想呢？王宝强曾经开玩笑说过，郑凯这个人呢，迟早会栽在女人手里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，我们一起聊聊。部分素材来源于网络，本视频由奇闻揭晓原创剪辑编制作。